大家好，没错，今天修的又是宝马730啊 ，F02 底盘的啊，这个经常修啊，因为这款车呢，现在是大修的时候，所以基本上修这款车的这个避震啊，修的多一点啊。他这个呢，客户他自己知道。打气之后，然后测试了，他自己知道说是在哪个位置漏气，然后直接拿过来给我们让我们直接给他开稿就可以了。如果你开的是这款车朋友们，空气减震坏掉了，记住一定不要换总成啊，维修就 OK 了。我化风行文却似一场雨，落入了我的心底。关于我的一切，因你在风和雨里。你怎么看下去，把我丢在黑夜里？我化风洗万里，走过千山找寻你。你却似一轮月，高挂在遥远处处。我眼里的风景。是在我世界里，来，首先我们看一下啊，缓冲胶开花了啊，这个皮啊，因为它漏的比较小，可能就很难展示的出来给大家看了啊。那可以看这里应该还是可以看得到的。这里，一点小小的小洞啊。好了，刚才说为什么一定不要换总成了？因为这一款的机芯98%都是完好无损的机芯，只需要更换这个气包就 OK 了。不需要去花个一两个 W 去换个总成啊，浪费呀。所以只需要更换气包啊，它还可以用个5-6年没有问题的啊。来，我们先看一下啊，我们到底更换了什么东西呀？首先呢，就是刚才烂掉的这个缓冲胶啊，缓冲胶。铝的保护罩，专用扣压铁环，关键的就是这个皮呀，这个皮就是关键的，用的品质好不好全靠这个皮，如果搞的那个品质不好的话，这个皮品质不好肯定是不耐用的。曾经有人有粉丝朋友找过我说那某某地方有些人多少钱能修这个东西他那个价格很离谱啊，基本上是比我们的成本价还要低很多不是低一点，低很多。这个车宝马730想当年也是名副其实，妥妥的一个豪车现在也不便宜当然现在也不便宜一百多万的车，你这个减震搞的那个品质搞得像补个轮胎一样这里穿个洞搞个东西来补一下，谁敢用？敢用吗？这个减震的直接影响到它的安全性的，所以说如果人家在高速上在高速上开着车开到120、130、140的时候你这个就因为你这个品质不过关不行，突然间就趴下去了，是不是影响行车安全是吧还得找拖车在高速上拖车那个费用多贵是吧。所以每个行业都有搞坏市场的那么一小部分人论忽悠或者是带偏客户，所以
我们在辨别这个东西的时候啊，当然也要考虑到我们的品质，而不是说一味的去比价。好了，这个事情的话，我也不多说，反正大家懂的就懂啊。天上永远不会掉馅饼啊，货好不好，永远就是一个道理，一分钱一分货。至于怎么样，大家自己就脑补一下啊，自己去辨别哪一个好，哪一个不好啊。荷花风信万里，月过大道有诗意，一阙似一场雨，落入了我的心底。关于我的一切，因你在风和日丽，你怎么狠下心把我困在黑夜里？荷花风信万里，飞过千山找寻你，一阙思念远远，高挂在遥远。有人替你姓名，我假装着不在意，可心里的伤已经抹不去。花凋零的寒季，等不来你的归期，你看不见我哭红的眼睛。我花风信万里，越过大海找寻你，你却似一场雨，落入了我的心底。关于我的现在已经组装好了，然后最后一步，看一下，仔细观察一下，看一下还有哪里是漏气的啊？这一步都是必须要检查清楚的。这期视频呢就先分享到这里了，我们下期再见，拜拜。